爱吃鸡儿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这玩酱。伴随着熟悉的音乐响起，你是否回忆起曾经的心酸经历？在吃鸡儿游戏中，最悲伤的事情莫过于遇到外挂，我们就把这些外挂玩家称为神仙。今天这玩酱就给你解开这些神仙的神秘面纱。毛病啊！看那 KD 啊、哦，咱们一下就给我打死了，0.9 KD， 我操！那谁打的我？不是他打的我。虎牙这个 6.4 KD， 这小子有毛病啊！这小子肯他们队肯定有外挂，要不可能打我打那么准，你知道不？不行，我得看看他，肯定有毛病。第一局这骑摩托过程中都打下来了啊！哎呦我去！你看，这也太菜了，应该停车直接干呢，不停车那咋？我去，这车开的，根本把那大菠萝子弹干光了，这小子。这炒作还说啥呀？没谁了都。这要不揍你吗？这炒作。哎呀妈呀！这四个人，两个被人干残了；这仨人，两个被一个人干残了啊！这炒作的确是不咋地，知道不？爷，冲后头车库去了。你看他直接就敢往车库走，不怕车库里有人干他，知道不？这就是有毛病。正常人谁敢搁山坡直接就这么大摇大摆冲下来的？他首先他得确定这个屋里没人啊，知道那个屋人在哪。看这炒作，我去，瞄了半天，我去，我的天哪！他隔壁还有人呢，就刚才他往山坡上跑这个问题就是大问题啊！直接冲啊呀！这撇雷技术很一般呐！哎呀哎呀哎，看着没？直接知道这人搁楼下呢，楼上还有人吗？刚才那个枪开的是不？刚才那枪开的有毛病吗？这操作其实不咋好，很一般的操作，没我操作好。看他又敢上房了，不怕背后有人呢？上房。打下来一个。就剩他们两队人了，好像。他又摸过这边来了。哎呀，给那人补了，16杀了，现在。看，一瞄就有人啊。这个瞄的就很有瑕疵了。直接冲了，看着啊，直接冲了。跑毒了，开始啊，
好多了，现在是。直接跑了。他也不怕遇见伏地魔，就这么直接嘎嘎就跑啊，直接开枪看着没，直接开枪看着没，嘎嘎的。刚才这套操作有没有毛病？大伙感觉就刚才这个发现伏地魔这操作啊，挺有瑕疵的，我感觉。看着没，这也不怕，哪还有伏地魔，直接就冲，看直接瞄这个斜坡位置啊。看，哎，看着没，看直接开打啊！刚才那个跑过来根本看不着人，他直接开打，好，给他撂了，让他嘚瑟。你觉得这些人是不是神仙呢？不妨在留言区里说一说你的看法。